女儿八岁了，甜美可爱，像小天使一样。老公逢人就夸女儿好，大家都说她是女儿奴。可是她从来不出席女儿学校的任何活动，每次都以公司业务繁忙为理由拒绝。三年级的期末考试结束，女儿思乔又是全市统考的第一名。我把这个好消息发给老公梁仁礼。 两人里语调落寞，老婆我要出差来不了。他还拜托我要一定要摄像，记录下女儿的成长。下一秒，挺着孕肚的女人走进教室，她牵着一个西瓜头男孩，有几个家长围上去。这就是耀祖妈妈吧？好漂亮哦，难怪老公是身价千万的大老板。你这个包包好漂亮。 是新款吧？耀祖妈妈坐在我的旁边，将奢侈品包包放在桌上，巧笑倩兮。我不认识名牌，都是老公给我买的。然后他看向我：“阿姨，您这块腕表我也有一只呢。”我看了眼孕妇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面前的孕妇的确年轻，看上去也才只有二十几岁。 孕妇继续补充：“是啊，您是孩子外婆吗？我正在处理公司的事情，重新把注意力收回屏幕，只是抽空说：小妹妹，你在胡说八道。我是什么外形条件，我自己很清楚。只能说明你眼睛不好，而且你手上这块腕表是假的。这么多人看着，孕妇有点下不来台。” 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晃了晃手腕，因为真的在我手上。孕妇理直气壮：“这是我老公送给我的，不可能有假。”我不信，除非你证明。孕妇以为刚才对他谄媚的家长，这次也会站在他的身边。没想到夫人们没这个意思，因为他们都认识我，事关我就不敢强出头。 名叫耀祖的小男孩见不得自己妈妈受委屈，连忙对我大吼大叫：“我爸爸对我妈妈很好的。”爸爸说：“这表很贵。”有个家长看不过去了：“耀祖妈妈，快别说了，你这块表假的很明显。”“是啊，涂总是什么人物？你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多少有点不自量力了呀。” 涂总怎么可能带假货？孕妇傻眼了，她以为班上只有她。耀祖妈妈嫁进了豪门，孕妇强装镇定，摆出贵妇贤内助的样子。原来你老公也很厉害，叫什么名字？说不定我老公认识呢。我觉得好笑，你别老公来老公去的，你没听他们叫我涂总吗？ 孕妇脸色彻底变了，她没想到有的孩子妈妈自己就是豪门，经营着一家千亿上市公司。耀祖妈妈嘟囔着：“有什么了不起？”我在手机中敲完最后一行字，拖着下巴看她，在所有家长心目中，我有自己的称呼，不是谁的妈妈，而是涂总。这就是我们的差距。 孕妇咬紧牙关，却气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这时，有个男人被秘书助理簇拥着走进教室，他委屈地喊了一声：“老公！”耀祖也扑了过去，大哭起来：“爸爸，有人欺负妈妈！”走进教室的男人气质有上位者的风度，冬日里穿着昂贵的黑色大衣。 头发也打理的一丝不苟，我看了梁仁礼一眼，的确是有些意外。肚子微微隆起的年轻女人正依偎在男人怀中告状：“老公，我肚子有些不舒服。”梁仁礼却盯着我，似乎在看我的反应，让他失望了。我没什么太大的反应，淡淡讽刺了一声：“原来你不止腕表是假的。” 孕妇显然知道我在内涵什么，而她也的确心虚，毕竟只是个小三，老公本来就是假的，但她估计以为良人里来了会给她撑腰，竟试图对我吆五喝六，可他只是露出对我不敬重的态度，良人里就皱起眉，沉声道：“出去。”孕妇小娇妻不敢忤逆他。 只好听话点头，好哒，老公。然后对赶来的助理摆起威风：“你还不过来扶我？”王助理再怎么也是高材生，却被小三当佣人使唤，可没办法，谁叫杜欣欣得宠呢？但王助理匆匆赶来，却在看到我的一瞬间如遭雷劈：“扶夫人，声音不大。” 杜星星却听见了，“你喊谁夫人？你的夫人在这儿呢。”他理直气壮的纠正王助理，显然没意识到不对，直到对上良人里明显发怒的眼睛，以及底下我玩味看戏的表情，杜星星终于意识到我是良人里的原配，顿时脚都站不稳了。偏偏梁耀祖却还是爸爸。 爸爸的拉着梁仁礼要吃汉堡，我的女儿梁思桥不知何时早就站在了人群后。梁仁礼比我先一步看到思桥，没有哪个父亲被女儿撞破背叛家庭还能淡定，更何况思桥还是个极度聪慧厉害的姑娘。耀祖同学，快让你爸爸多买几个汉堡，再慢点。 就要饿死了！你爸爸这三个字，无异于把良人里的心脏捅了个对穿。虽然良人里口口声声说爱女儿，但连他读哪个学校、哪个班都不知道。私生子和婚生子当同桌这种糊涂事也能发生，可我还是相信良人里的确爱思乔，且满心都因思乔自豪骄傲。 不然，良人里不会在我身边显得如此煎熬。看他煎熬，我就想笑。在各种场合装的比谁都从容优雅的良人里，也有抬不起头的一天。身后的家长也都在窃窃私语。班上家长不是圈子里的人，这是我特意安排的，因为我希望女儿能够在较为单纯的环境中长大。 认识一些其他阶层的人，谁知道反而给了小三机会？仗着这不是豪门圈子，大家不认识梁仁礼，更不认识梁仁礼真正的老婆，就在班上大肆炫耀。铃声打响，家长会开始。班主任先给大家播放了梁思桥在各种竞赛中的优异表现，分析了升学率。 明里暗里的夸赞梁思桥，通过这些奖项，读是重点的常青藤班级没有任何问题。家长们不得不发出羡慕的声音。班主任看向梁思桥，也是满脸的自豪。众所周知，现在的升学形势越来越严峻，每学期期末我们都会进行市重点学校联考。 这次联考有很多超纲题，梁思桥同学在联考中取得满分。据我所知，梁思桥同学除了在外学习物理，并未补课拔高，说明他思维逻辑能力与举一反三能力极高。家长们爆发出雷霆般的掌声，所有家长都在恭喜我。良人里似乎在与有容焉。 直到有位爸爸跟梁仁礼说：“耀祖爸爸，我真羡慕你，你们耀祖可以跟思乔这么优秀的孩子做同桌。”“对呀、啊，要是我有个像思乔这么好的女儿，我睡觉都能笑醒。”梁仁礼很想说：“思乔也是他的女儿，但他在所有人眼中是耀祖爸爸，他笑的简直比哭还难看。” 更让他难堪的还在后头。班主任本来不愿意放出全班成绩，却有家长想要听老师分析一下。老师说这违反规定，马上就有家长提议。我们知道老师是顾及孩子的自尊心，但我觉得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不分析失败原因，就无法在下一场考试进步。 我家孩子是倒数，我不怕伤自尊。我孩子也是倒数，老师会放成绩吧？耀祖爸爸，你们耀祖也是最后一名，我想你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件伤自尊的事情，对吧？梁仁礼来之前，显然不知道小三的孩子是班上倒数，不然他怎么可能来？他做了一辈子的人上人。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失败过，但眼下有这么多家长请愿，两人里拒绝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接受不了耀祖的差劲。他故作不在意地说：“成绩而已，有什么不能公开的？打肿脸也要充胖子。”班主任最终还是破例，把成绩投影在了幕布上。 大家都在对比自己孩子和前后的差距，只有梁仁礼没有急着分析，因为耀祖三科加起来不到一百，和倒数第二都相差了五十分。我瞥了一眼，发现梁仁礼正在发信息，让助理联系医生给耀祖测智商。梁仁礼已经怀疑耀祖是个弱智了。课间休息十分钟。 家长们都在讨论孩子的成绩，更是将我围得水泄不通，向我请教孩子的教育，怎么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女儿。梁仁礼则在角落训斥杜欣欣，杜欣欣哭得梨花带雨，身边的耀祖左边脸上一个手掌印。他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清，我也不关心。但后来有一句话我听得很清楚。 梁仁礼用手指着杜欣欣的鼻子说：“你也去测一个智商，我怀疑你也是弱智。不然思乔为什么这么聪明？你的儿子却烤鸭蛋，只能是你的问题。”思乔经过我，慢条斯理的走了过去。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，我想拉住他，但思乔跟条小泥鳅似的，一扭腰躲过了。 只见女儿走到杜欣欣跟前，像个小大人一样，环着手，目光审视着杜欣欣和他身侧的梁耀祖，说了一句：“很明显，汉堡吃多了，把脑子吃坏了。”杜欣欣本来就在气头上，恶狠狠的瞪着思乔：“你一个小孩插什么嘴？”杜欣欣想跟我辞镜也就算了。 竟然还想跟我女儿搞辞竞，思乔可是梁仁礼捧在手心上宠的，梁仁礼哪里肯让思乔受这委屈？他极力压制着怒意：“你没资格和他说话，跟我女儿道歉。”思乔和杜欣欣在梁仁礼心中是千金与玩物的区别。杜欣欣以为梁仁礼有多瞧得起她。 意识到这点，杜欣欣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可他到底年轻气盛，我可是帮你们梁家生了儿子。杜欣欣这话也是说给思乔听的。他以为思乔会有多生气，没想到思乔并不生气。那又怎样？你的基因不好呀。思乔说完，又看向梁仁礼。 我先不说你假装不重男轻女，就说你为了生个儿子，甚至不惜拉低基因水平，你真是饿了，什么儿子都要。梁仁礼被思乔说的如鲠在喉，杜欣欣气得脸色通红。思乔还不罢休，我都准备好等你死后跟私生子争遗产了，结果对方是良药组，没劲。 杜欣欣胸口剧烈起伏几下，发现自己不占优势，打算直接装晕倒，借着肚子里还有一个陷害思乔。结果旁边的耀祖拉着他说了一句：“妈妈，什么叫拉低基因水平？”杜欣欣直接被气活了。我和思乔有母女之间的默契，我知道他并不希望我过去。他回头来。 对我扬起眉毛的样子，就像在说：“你就在旁边看着你养大的玫瑰。”扎人针针见血。事实证明，思乔赢得很漂亮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家长会继续，老师还有很多内容要说。梁仁礼想让助理把杜欣欣带走，但杜欣欣偏不走。 梁仁礼也不好在这种场合和他闹，只能由着他。梁仁礼回来后，我看他就像被霜打的茄子，蔫了吧唧的，比谈项目还要心力交瘁。他或许终于意识到，杜欣欣的乖巧都是假的，开后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这次家长会的重点是作文。 因为这次班上同学在作文这个板块表现不佳，老师特地准备了家长夜校，希望家校合一，给家长提供辅导孩子写作文的方法建议。女儿在这次作文上也表现优异，被家长们提议朗诵作文。思乔大大方方地站了上去，才八岁的小姑娘，穿着白白净净的嫩黄色水手裙。 头上两只小羊角挽得相当可爱，仅仅只是站在那儿，就让无数家长心都甜化了。可思乔的个性却和外表看上去的甜糯截然相反。他扬着下巴往梁人里这边瞥了一眼，对后门的杜欣欣翻了个只有彼此才看得懂的白眼，然后把手中的作文往讲台上一压。 旁边传来家长略微惊奇的声音：“他这是要脱稿背诵吗？”我心想：“思乔这不是要背诵，这是要开整了。”此次作文为材料作文，思乔提炼的中心论点为“勇敢”，这没什么可说的，因为班上大多孩子都能提炼出来。思乔之所以满分，除了他规范的结构框架。 引人深思的好词佳句，妙就妙在，他选择从责任、道德底线、不忘初心三个角度诠释勇敢。狼与捕猎者搏斗的勇敢，来自于他对母狼与幼崽爱的责任；少年敢于揭露校园霸凌，来自于他无法见死不救的道德底线。画家宁愿一无所有，也不肯同流合污。 来自于他对艺术圣洁崇高的初心，可有的人他忘了责任，忘了道德底线，忘了初心，在虚假的名利中飘飘然，在甜言蜜语中自大膨胀，成了欲望的奴隶，在诱惑中沉沦。他至此成为清醒的懦夫，更别提勇敢了。他把自己的孩子像老鼠一样藏在下水道。 八年不敢见太阳，只管在臭水沟里滋滋作响，吃一些别人吃不下、吐出来的残羹剩饭，还为此沾沾自喜、怡然自得，当着社会的蛀虫。可有的人爱好独特，就喜欢这些不是人的肥虫子，还让肥虫子揣了一个又一个，生出些半人半虫的族类。教室里是思乔铿锵有力。 又满含嘲讽的声音。我看过思乔的作文，知道他后面全是现场发挥。梁仁礼听得脸都红了，不知是愤怒还是羞愧。身后的杜欣欣怕是要后悔留在这里，被讽刺成揣了一个又一个的肥虫子，却又不敢发作，没有气得当场吐血都算好的了。当思乔朗读结束。 班级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，赞美声此起彼伏，就好像大家都在庆祝思乔打了一场胜仗。小姑娘也旗开得胜地抬起下巴，无比挑衅地望着梁仁礼和杜欣欣。有社牛家长直接站了出来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，我绝对不会相信这是一个三年级孩子的水平。 思想高度拉满，社会讽刺性极强。思乔将作文纸拿在手中，对我笑出两个小酒窝。是我的妈妈教的好，她给我讲了许多道理，为我的学习付出了很多。紧接着，故作遗憾的补充：“还有就是，我可能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所以醒悟的比别的孩子早一点。” 家长们都对此露出了同情的表情。梁仁礼一听这话，瞬间就站了起来。他实在受不了女儿当众说他死了。思乔，班主任这时走进来，不解地问梁仁礼：“耀祖爸爸，您这是有话要说？”这个称呼让梁仁礼瞬间清醒。我看他气得都得吃速效救心丸了。 奈何只能忍了这口窝囊气。班主任说：“各位家长，你们的抽屉里都有孩子写给你们的一封信。”在大家的惊喜声中，梁仁礼并不是很期待的去摸梁耀祖的抽屉，而我正好拆开思桥的信，上面有许多感谢的话，看的人心窝子暖暖的。梁仁礼的手里是耀祖的信。 上面只写了一行字：“爸爸，我爱你，我想吃汉堡。”短短几个字，有三个错别字，而且张口闭口都是汉堡。梁仁礼直接气得两眼发黑，把你的信给我看看。梁仁礼朝我伸出手，我不给他，这是思乔写给我的信，为什么要给你看？梁仁礼再也维持不了往日的风度。 显得有些气急败坏。你别忘了，思乔也是我的女儿。梁仁礼坚信女儿也有话送给他。我不在意，那你看喽。只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梁仁礼拿起信封一看，果然直接实话，因为最下面有一行字：“背叛的人下地狱，有些人活着，但其实不如死了。” 女儿的确有话送给她的父亲，只不过不是什么好话。家长会都已经结束，家长们还是坚持想让我上去分享教育经验。我条理清晰地罗列了几个要点，然后着重强调：很多家长都会忽视饮食方面的问题，但其实这很重要。不健康的食物坏脑子是真的，比如汉堡。 家长坐前面，小朋友都坐后面。我这话音刚落，就从梁耀祖那儿传来一声尖锐爆鸣。没有汉堡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如果说先前良人里的脸是黑的，那他现在脸就是绿的，额头上那一根一根的青筋似乎正在不规律的弹跳。家长会散会时。 两人里是第一个走出教室的，他简直没脸再待下去。而我的身边围着黑压压一群家长，都在说“有其母才有其女”。如今一听才知道，思乔不卑不亢的演讲都来源于涂总。涂总不愧是著名企业家，名不虚传。杜欣欣咬牙切齿的在人群后面瞪我。 我心想，她一个被包养的情妇，这还嫉妒上了，简直不自量力。我视线轻蔑地扫了她一眼，杜欣欣的瞳孔果然猛地缩紧。我心知，来自强者傲慢的压迫，最能重伤这种心比天高、命比纸薄的女人。学校外面车水马龙，两人里疾步走向轿车。 司机和助理早就恭候多时。杜欣欣身子沉，牵着梁耀祖追在梁仁礼身后：“爸爸，你走得好快，等等我们吧。”“老公，你等等我。”梁仁礼停下来，却不是照顾杜欣欣，而是转过头，疾言厉色地呵斥他：“在外面不要这么叫我。”杜欣欣委屈的快要哭了，好吗，梁总？ 杜欣欣摆出娇妻的那一套，要开始服软撒娇。梁仁礼这时看见我走了出来，思乔背着书包，乖乖的拉着我的手。梁仁礼顿时变出一副慈爱嘴脸：“思乔，到爸爸这儿来。”我和思乔站定，梁仁礼抛下正在扭身求哄的杜欣欣，穿过人群走向我们。 杜欣欣在身后着急，想要拉住梁仁礼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梁仁礼头都没有回一个，满眼都只有女儿。助理出面请杜欣欣打车回去。杜欣欣还在跟助理闹，梁仁礼已经来到我们面前，他竟还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讨好的对我笑：“乔乔，我们回家吧，如你所见。” 我叫涂桥，女儿叫思桥。青梅竹马十年，夫妻十年，良人里近乎占据了我大部分的人生。在今天之前，我和他感情一直不错，但至此开始，这一切就成了笑话。看我不说话，良人里更加卖力的挽回。我们先回家，我再向你坦白，我真的很爱很爱你和女儿。 我用下巴指了指后面正在胡闹的杜欣欣，“你的爱可真多，要分给每一个家庭。”梁人里说起杜欣欣，眼中竟有一丝轻蔑。那个女人什么都不是，她怎么能跟你比？思乔从下面盯着梁人里，你瞧不起她，还让她肚子鼓包。梁人里一点不生气，声音极尽温柔。 对女儿弯下腰说话：“给你生个弟弟，当你的小跟班，不好吗？”思乔也不生气，笑眯眯的回答他：“你还可以生一个公司的员工，以后我当老板，弟弟们给我白打工。”我实在忍不住笑了，思乔也笑得灿烂。唯有良人里说不过，骂不能。思乔笑够了。 对前面穿白衬衫的男人招了招手，声音脆甜响亮。老师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思乔急忙要拉着我走。梁仁礼看见身后的男人是谁时，顿时露出明显慌乱的表情。祝南瑶怎么在这？祝南瑶是思乔的物理老师，同时也是我和梁仁礼共同的高中同学。 祝南瑶跟我表过白，高中的时候全校都知道这事。梁仁礼那会儿还别扭了好久。思乔像一只蛮横的小牛犊，死劲儿拽着我的手过去，回头还不忘扎梁仁礼一刀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给自己找个新爸爸。我怀疑思乔是故意的，因为他明明知道梁仁礼当年费了好大功夫。 才打败祝南瑶这个天将，梁仁里面色看不出过大的情绪，毕竟这么多年，他早就练就了不显山不漏水的风范，不然也不会让小娇妻那么崇拜。但我知道他紧紧攥着手的动作，表明他其实早就心急如焚。思乔小小的一只，跑到祝南瑶面前夸彩虹屁。 老师今天很帅，穿搭满分，值得鼓励。祝南瑶是物理教授，长期搞研究，多年未婚。思乔两年前跟着他学物理的时候，我见到他简直惊呆了。明明从高中到大学都是一路校草的人，多年后再见，却变得胡子拉碴，不修边幅。 要说祝南瑶今天也就只是刮了胡子，穿了衬衫，站在阳光下，却让人着实眼前一亮。思乔的赞美没有夸张，祝南瑶又变回当年那个清冷英俊的校园初恋。我摸摸思乔的头，对祝南瑶笑：“今天麻烦你了，我的车年检了。”祝南瑶笑的文雅。 绅士的为我打开车门，乐意效劳。我正要上车，余光看见思乔正在捣鼓自己的电话手表。思乔还不上车？话音刚落，一辆宾利停在后面，按了一声喇叭，车窗摇下来，男人取下骚包的墨镜，露出立体深邃的五官。思乔宝贝，听说你爸妈感情破裂。 我马不停蹄就来了，陆明川，我这多年的死对头怎么也来了？等等，他的职业是律师，还是金牌离婚律师？我看向两只眼睛笑声豆荚的思乔，不可思议。我就说他刚才用电话手表做什么呢？原来在联系我的两个前男友。你这是想让妈妈当场离婚？要说助南瑶来。 良人礼还能淡定，但陆明川一出场，良人礼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。思乔正是被小言情剧荼毒的厉害的年纪，既然小三想要辞境，思乔自然有的是办法。他给我安排了一场两男争一女的狗血修罗场，还给他爸安排了追妻火葬场特等席位，的确是幼稚了些。 但却对小娇妻很有用。毕竟顾欣欣从前一直以为自己才是活在偶像剧里的女主角。我是霸总恶毒原配，她扮演着善良小白花第三者的角色。看见我的两个前男友出场，而两人里满心都是吃醋。杜欣欣终于破防了，估计是万万想不到被他羞辱成阿姨的人。 会这么抢手，但我与杜欣欣相反，我虽然看似是受益者，但并未有什么情绪波动，因为我也有一个强大的母亲，她为我做足了榜样。女人不靠男人的追求来证明自身魅力。我把陆明川的联系方式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，有需要我会找你的。 但现在是我陪女儿学习物理的时间。陆明川比了个欧克，随时效劳。迎上身后，两人里充满嫉妒的目光。陆明川不嫌事大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乔乔，你知道我这么多年都在等你，也不差这一时半会。”说完，只给大家留了一段尾气。祝南瑶只是皱了皱眉，但不说什么。 护着我进了车，他动作还挺麻溜。梁仁礼试图来抓我的衣角，却没能得逞。梁仁礼快步跑到自己车前，杜欣欣以为梁仁礼会送他回家了，欢天喜地跟上去。结果人还没进去，梁仁礼重重地把门一关，对司机说：“追上前面那辆车，别让夫人跟人跑了。” 杜欣欣愣在原地，一时间，偌大的学校大门空地上只剩下他孤零零牵着小孩。梁耀祖啥也不懂，看梁仁礼走了，唉声叹气，吃不了汉堡喽。公司忙得不可开交，新车上市，我要准备的东西很多，和梁仁礼离婚的事情，只能说提上了日程。陆明川。 成了我的离婚律师，他天天催我，还逢人就宣传接了我的案子。别人都说图桥脱离苦海，陆律师好事将近。梁仁礼看不惯陆明川这种明着来挖墙脚的作风，但又实在理亏，说不出什么狠话。陆明川这么一搅和，梁仁礼在圈子里的爱妻人设算是彻底崩了。 思乔这段时间也没回家，全权交由我的父母看顾。良人里从前是和我势均力敌的豪门，但近年来不如我家发展好。我又是良人里苦追了十几年才得到的妻子，我父母最先看中的女婿本不是他，现在他在我父母面前更加说不上话。据我表姐说。 梁仁礼每天放学都只能躲在车里，遥遥地看思乔一眼。梁耀祖有次认出了他，他怕思乔吃醋，选择跟梁耀祖装不熟。我笑得直不起腰来。正在这时，祝南瑶的电话进来了。他一直话不多，是个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的斯文男人。近日不知道为什么。 有时候一天要接到他三个电话，表姐在旁边听着。等我挂掉后，她看着我笑得意味深长。从前你和良人里没闹离婚，祝南瑶连话都不敢跟你说。同事们都说祝南瑶这几年像个感情受挫的忧郁男神。表姐和祝南瑶同一所大学，不同系教授。我摆摆手。 说：“这可和我无关。”表姐不再调侃，而是认认真真的劝我：“陆明川和祝南瑶都很好，但我不认为他们好，你就一定要跟谁进入下一段？爱是从尊重自己的意愿开始，而不是成全别人的守候。”表姐说这话时，思乔在旁边玩数独，他没有看向这边。 但动作明显慢了很多。再次见到梁仁礼是在班主任办公室，梁耀祖和思乔起了争执，起因是学校体育节，班主任发了照片在群里。杜欣欣从照片上看到梁耀祖携带伞了，让家委会的徐莲莲妈妈去帮系鞋带。杜欣欣接孩子的时候。 看见梁耀祖的鞋带还是开的，而且还摔青了手臂，杜欣欣就想要质问徐连连妈妈，但徐连连妈妈没来，他就抓着正好出校门的徐连连小朋友，徐连连小朋友直接被吓哭了。梁思桥是班长，当仁不让的站了出来，没想到梁耀祖坏到根里，竟然火上浇油。 冤枉是思乔故意踩他鞋带，害他摔倒。正好今天去接思乔的阿姨晚了一些，到场发现已经乱成一团，慌里慌张的把我找了过去。两人里到了学校，但只是在办公室外面。他显然不愿露面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，也许是不放心思乔。 杜欣欣余光看到梁仁礼的身影，连忙就收敛利爪，装无辜可怜。耀祖是个本分的孩子，哪里有思乔这种心机？班主任有些听不过去：“耀祖妈妈，你怎么能说一个小孩心机呢？事情不正在调查吗？”杜欣欣抹眼泪：“还需要调查吗？我儿子伤得这么重，他在班上老受同学欺负。” 这是校园霸凌，你们当老师的却只知道教书，不懂得育人。班主任脸都气红了，耀祖妈妈，请你至少尊重一下老师好吗？遇上这种白莲花也是辛苦老师了。我淡淡发言，既然你觉得这个学校不适合你们儿子，就请转学吧。杜欣欣不乐意了，睁圆眼睛。 凭什么不是你们思乔转学？这话一出，我们大家都明白了。我还起手来，原来耀祖妈妈闹这一出，是想把我们思乔赶走啊！班主任显得有些着急。思乔可是学校的宝贝疙瘩，招生宣传的小明星，怎么能放人呢？班主任软下语气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学校就不留你们了。”最礼貌的语气。 说最狠的话，杜欣欣就地愣住，估计也没想到班主任都不挽留一下，他颐指气使，太过分了，把校长喊来，校长喊来也是这样，委婉的请他另择学校，杜欣欣还要告到教委，梁仁礼在这时候终于出面，转学吧，杜欣欣依偎在梁仁礼怀中。 就是让你们思乔转学，梁仁礼推开他，吩咐助理给耀祖办理转学，越快越好。杜欣欣大惊失色：“不可以！凭什么要让耀祖转学？”梁仁礼丢不起这个人，转身离去，走之前不舍得看了我和思乔一眼。走廊里回荡着杜欣欣的怨怼：“梁总。” 我们耀祖不能转学，你知道他本来就不聪明，读差学校只会更差。你不能只偏心思乔，耀祖也是你的儿子啊。想来良人里从前也是宠着这个娇妻的，不然不会把他惯得这么无法无天。只是杜欣欣自不量力，炫耀到了原配跟前，还翻了车。 不然，梁仁礼也发现不了小娇妻竟然是个泼妇。我知道梁仁礼有多黑心、多精明。要是杜欣欣一直是这副样子，梁仁礼不可能把她留在身边。也许是有了二胎，给了杜欣欣自己地位稳了的错觉，竟敢在公开场合于原配面前叫嚣。不过，他可能要后悔了。 任何事在梁仁礼面前都算不上筹码。经此一遭，杜欣欣会被抛弃的很彻底。我牵着思乔去停车场的时候，梁仁礼站在我的车前等我。他整个人憔悴了很多，拿着烟的手一直在抖，尼古丁也无法麻痹他的悲伤。我转身离开，宁愿打车也不要跟他说话。 梁仁礼跑过来拦住我，卑微又无助的求我：“别走，不要离开我，好吗？我已经有半年没见到你和女儿了。”梁仁礼神色悔恨，充满血丝的眼睛深深注视我：“我不能没有你们，我爱你，乔乔，很爱很爱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从爱人到朋友，再到亲人，你不能说。” 抛弃就抛弃，你不爱我了，那我就什么都不是了，我就是路边一条没人要的狗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他拉着我，弯着脊梁，没有任何自尊的乞怜。我不求回到从前，我只求往后的日子能够还以你丈夫的身份活着。公司老板、富豪这些，再好再厉害的身份，我都不稀罕。 只有你图乔的丈夫，思乔的父亲，这两个身份能让我感到自豪满足。真的，思乔，思乔，你帮爸爸说说好话行不行？让妈妈原谅爸爸行不行？我推开梁仁礼，你够了，别碰我的女儿。梁仁礼哭得泪脸满面，在我的跟前跪下，埋着头，像个等待处刑的犯人。 哽咽抽泣着忏悔罪行，我真的错了，老婆。我这几天一直做梦，梦见我们小时候，我们认识的时候跟思乔现在的年纪差不多，你跟思乔一样高，喊我小李哥哥。梁仁礼拉着我的衣角不肯松手，哭声越发嘶哑。上学的时候也总有其他男生围着你转，他们甚至比我优秀。 我嫉妒，我害怕，怕你不再是我的。我拼命的学习、工作，变得优秀，但还是看着你和人谈了一段又一段。最后，终于我等到你了，还成了你的丈夫，还有了思乔这么可爱的女儿。思乔简直就是当年的你。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手的。我收缩着胸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。 你不要再说了，离婚的事情已成定局。后来是王助理过来扶起哭得近乎晕厥的梁仁礼，我抱着思乔飞快的离开了停车场。我终于知道有些女人为何会原谅出轨的丈夫，因为道歉时他们真的可以卑微到尘土中。我真庆幸。 当时自己心中没有任何一丝心软，正如《良人》里说：“我谈了一段又一段，每次分手都潇洒决绝。”我本就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性格，在《良人》里身上不会有例外。梁耀祖转学后，杜欣欣淡出了我的世界，他就如同误入我楼道里的垃圾，处理了就完了。后来传来一些风声。 杜欣欣腹中胎儿被查出唇腭裂。一个雨夜，杜欣欣在我家门口跪着求我：“夫人，我错了，您可不可以看在孩子的面上，让梁总允许我把孩子生下来？”她肚子已经很大了，看上去可怜至极，额头在台阶上磕了一下又一下。从前都是我自不量力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自己不过只是他眼中的猫猫狗狗。我装可爱乖巧整整八年，不能有一点自己的脾气。可是当我看见思乔当众骂他，他也不生气；而您无论怎么横眉冷目，他对您眼中永远都那么温柔爱护时，我好嫉妒。他跟我说，他爱的永远只有你和思乔。 一点不在乎我的感受，所以我才像疯了一样跟你们作对。都是我自讨苦吃，我错了。我已经没有耀祖了，他们把耀祖送出国了，不让我见儿子。我只有肚子里的宝宝了。梁耀祖被强制送去国外读寄宿制学校，杜欣欣并没有跟着去。杜欣欣显然已经被梁仁礼彻底抛弃。 他的孩子生下来纯恶劣，没人会管。我撑着伞，在他面前蹲下，抚摸着他的肚子。孩子，虽然你也是一条生命，但我真诚地建议你，找一个更好的母亲。出生之前就让你淋雨的母亲，往后你只会有淋不完的雨。顿时，杜欣欣在我背后嚎啕大哭，却再也不求我了。 他没立场再求了。和梁仁礼离婚的那天，从法院出来，他在长长的阶梯下方回头看我，目光充满留恋。陆明川用文件夹挡住我的脸，挑衅地看向梁仁礼，做出口型：“还不快滚！”等梁仁礼走后，我压下陆明川的文件夹，让他别闹了。陆明川说。 我这不是怕你伤心吗？我说我不伤心，只想回家见女儿。春日，思乔正坐在物理实验室，看阳光穿过爬山虎，投进室内生机勃勃的阳光。祝南瑶把他最新的物理竞赛奖牌给我，我拿着走了进去。思乔头发长了一些，披在背上，像油滑的缎子。 听到我在喊他“宝贝”，思乔转过身来，看了我一会儿，问我：“你们离婚了是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：“是的。”思乔做出个大大的笑容，但不一会儿他就装不下去，扑到我怀里，哭得厉害：“我没有爸爸了，我再也没有爸爸了！为什么我的爸爸是个坏爸爸？他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” 他从前对我那么好，装作坚强的姑娘，终于露出了真实的一面。能写出满分作文的孩子，一定有一颗无比柔软、温暖的内心。发现良人里背叛后，那些坚强、镇静都是装出来的。我了解我的女儿，当她哭出来，我才彻底放心。父母感情破裂，受伤的永远只有孩子。 思乔恨良人里，更恨他与良人里血脉相连，在生理学上要喊他一声爸爸。可思乔才九岁，这些对于他而言太过沉重。我听他哭得这样伤心，作为母亲却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急切想要思乔从痛苦中走出来。那妈妈给你一个新爸爸好不好？一个比良人里更好的。 思乔打断我：“不要！”他两只眼睛红的就像兔子，捂着我的嘴巴，不让我说傻话。妈妈要尊重自己的心意，我不会再撮合你和任何人。我没有爸爸也可以，妈妈可以有事业，我也可以一心扑在学习和比赛上，爱情也不是非要不可。表姐的话，思乔果然听进去了。 我用力的把他抱住，谢谢你，我的宝贝。